这菜料理王客家新主义单元来咯，一摆特别邀请到卢俊斌主厨教咱用的煮好料、食好料哦。要炒饭一米五的，嗯，金牌，哎，你说陕西拿金牌，哎，那边只有两三个比赛，哎，炒伊，变做江西炒菜炒面头呢，哎，要半炒料，要按时用好吧。就知啦，是沙子。听说要记得收看，礼拜一下午的三点，吃菜料理王，吃本澎湃又健康。